年龄上，我现在给我们的阿芝泡点茶喝。阿芝，嗯，阿芝，我苦把这个茶中生留神一下。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吃饭了没？还没吃饭吗？金枝、富哥，没有呢。金枝，他好像心情不好。家人们，金枝好像心情不好了，有点那个萎靡不振了。家人们，有没有发现？刚刚金枝都有在直播，你们都知道的是吧？然后播完下播了过后，他就有点心情不是特别的美丽了。怎么办呀，家人们？我该怎么办呀？啊，这边30个人了，家人们，啊，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茶泡上啊。我感觉金枝都快哭了。怎么会哭？我不会哭。怎么可以轻易哭呢？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那个我开了吗？开了哈。嗯。嗯。开了。哇，直播间40多个人了，50个人了，哇塞！现在，那下午怎么去？下午回家呀。回家。不然呢？嗯。回家呗。没关系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没关系的，慢慢来嘛。凡事好事多磨。哎呦一声，还叹了一声气。对呀。你呀。我没叹气呀。没关系的，是没关系的呀，对吧，家人们？来，我们一起支持一下金枝，好不好？鼓励一下金枝，我们打一波加油，好吗，家人们？因为今天金枝也有在带货，然后就是当时带货的时候，直播间可能也就40-50个人，所以说他感觉到就是信心有点受阻，我们一起给他打一波加油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金枝，真的。万事开头难，做什么事情刚刚开始做它都会比较困难的，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事情做顺了，它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小夫说的对不对？对的打一个对。现在直播间60个人，那个对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看那个这个茶室外边的风景啊？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儿播了，播了过后去外边都黑了，是吧？你们想不想看外面的风景？想看了在公屏打个响。前面好多人想看的。前面很多人想看的。对，前面有好多人想看的，他们应该没来。他们没来。现在直播间68个人，然后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一起上上人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们一起出来聊聊天，一起鼓励一下金枝，一起支持一下金枝，好吗？家人们，哇，那这个号应该好几天没播了吧？对。我上次播是在哪播的？在这儿播的。嗯。播了过后就没播过，看是吧？对。我先给金枝喝点茶。上次也是在这里。也是在这儿是吧？我们出去，我喝完这杯茶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嗯。嗯，好喝。嗯。嗯。这个好喝，真的好。是吧？好不好喝？可以是吧？来，大家一起点点赞，家人们，刚来的不要着急离开，我们带你们看风景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走吧，我们去带他去看一下。外面有人吧？没有人，今天下雨了呀，上午。下雨啊。昨天90多个人了，哇！漂亮的，家人们，这个地方漂亮的，在山里面啊，这个是一个山庄，对，别离过来了呀，不要过来了。有点悲观是吧？看有点悲观，我真不悲观。看是吧，家人们？来，我们一起给金枝打一波加油，好不好？刚刚他带货，就是感觉心情不是特别美好，我们给他打一波加油，好吗，家人们？金枝一来这个地方，他就特别的拘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给金枝一点鼓励，让他接触一些新的事物、新的东西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吧？你看这儿的风景漂亮的，这是我大哥的一个山庄。然后如果说你们来小凉山了，可以来这边玩，这个叫南峰山庄，对，栏目的栏，南峰山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家人们，你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吗？
这里面养的有小金鱼。小金鱼。对。我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，就两个信号。家人们考不考？考的打个考，不考的打个不考。在里面信号还好一点吗？水莲花这个叫。哦。对。水莲花。对。就这样，你走，我们下去。我又不会游泳，啊？你我不又会游不会游泳？泳。我教你呗。啊，不会。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看金枝游泳？我不会游泳，啊？我不会游不泳。卡是吧？走，我们从这边下去，好吧？那边吗？啊，这边也一样。家人们，想不想看金枝游泳？想看他去游泳的打个一。想啊，想看他游泳的扣个一。从那边走上来。你这边也行。我长水了耶。对。对。我今天我在我大哥的山庄里，他今天早上下雨了。金枝，我问他想带不带货，他说要带货。要带货，但是他那上边下着雨也没跑干，所以说我今天就去给他接到这儿来，对吧？家人们，啊，我都好久没游泳了，走这边吧，走这边看。那边是有一个瀑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的。对，家人们来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上上人，水深一米二。你可以游呀。我不会啊，我怕被淹了。不会，我在。我害怕。他们都想看你游泳。我不会游泳。啊？我不会。不会吗？我是个旱鸭子。旱鸭子，我教你呗。那怎么行？怎么不行？你怎么教我？害羞的。对，这个水不深。对。家人们，来一起点点赞呀！连山女孩很保守的，也很害羞。是的，因为他们这边就是很淳朴，就也思想呢相对是比较保守的，对吧？哇塞！我说金枝，你开心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不开心，没关系的。今天没带泳衣，改天吧。你有泳衣吗？没有。泳衣，游泳穿的衣服吗？对。我不会游泳，我买泳衣干啥？我给你买吧。哦，不要。啊？我不要，不游。有水。我不游。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露脸呢？那个小布啊，小布是带大家一起看金枝，所以说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看金枝就好了。你在这儿游吗？金枝？对不对？这个你。这个地方可以游。这里小孩子游的吧？对呀，小孩子游的呀。小孩子游的，我为啥要游？你可以游的。小孩这里游的话，游不起来。游得起来，你看这个水不深嘛。手就是水不深呀，所以游不起来。对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来，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能听到小布说话的，在公屏扣个一，因为这个号很久没开播了，可能人气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有直播间一百多个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我们就很满足、很开心了，对不 对，家人们？是吧？那个直播间家人们，那个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我说话扣个一，没有一个打一的。是那个。哦，先不要这么前卫。那个、有人来吗？我大哥来了。大哥来了。大哥。我不是，我在开直播。我大哥来了。他就是你大哥呀。对。他就是那个。我一会儿我带你去认识他。你是他呀？对，刚刚回来，然后我吃饭吧，我说不行。一会儿我们吃哈，和大哥吃什么饭？对不对？我不吃，我刚刚吃了那个银耳羹饱了。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看我大哥？想看我大哥的，在公屏打个响，好不好？他们是你们小凉山的优秀企业家。他吗？对。我知道。知道。所以刚刚。对，我见过他一次，是在一个什么重大的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他。就我们这边小凉山的一件什么事情。是吧？对。肯定嘛。好年轻的哈。肯定嘛，那必须的。30多岁吧。啊。
好年轻，40多岁啊，看着很年轻，看着好年轻呀、啊。家人们，那个大家一起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那个，等下大哥给你发红包，好，可以，我叫大哥发，没问题。发什么红包？可以的。那我们往那边走走吧。那边吗？这儿叫南风山庄啊，家人们，小凉山的南风山庄，你们到小凉山马边遗址出现了，你们想来这儿玩的，你搜南风山庄就可以了。对。是木头旁那个南方，木字旁的一个南，南边的南。哇塞！它这个怎么跟露水呀？你看看是不是那儿没关系？家人们，不是亲大哥，不是亲大哥，对，我没有亲大哥，是我哥的亲大哥，对的，我也是叫亲大哥，对的，家人们，来大家一起点点赞，今天140多个人了，哇，你看金子啊，这个号怎么随随便便就有100多个家人们在评，只要是在外面，在外面的人，在外面走，然后说话。哪里？会不会骑啊？不会。不会，电瓶车你都不会骑。我会骑。会骑啊？对，我会骑。他们不去喝茶吗？现在的人老是喜欢模仿别人，不能看西瓜无聊。模仿什么了？这个地方。我们模仿。你叫别人来模仿来给我看看，你叫什么？你们说的那谁谁谁，叫他说这个是他大哥的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好吗？可以吗？所以说你们不要在那边那什么，好吧？跟我们去他们不喝茶吗？他们吃饭，大哥吃饭，吃饭了他回酒店。哦。就那个五星级酒店。哦。就说这里也是他的，五星酒店也是他的吗？对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哇。环潭厅。对。环潭厅。潭。潭的潭。潭，哇，怎么150多个人呢？明运阁，明月阁，就是喝茶的地方。那天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还记得多少人吗？啊，那天很多家人们说，叫我给他弄来吃了。那天我大哥正在看直播，他那天我在酒店和他喝茶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你去把那鱼拿来烤了吧。我说啊。他说我看你直播了，你的朋友他们都说那个鱼可以烤来吃，特别好吃。所以说我，哇塞，家人们，我还是在里边说话。你觉得都？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你家了，好吧？去我家吗？对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你不要，你我说你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一个状态，知道吧？嗯。你俩谈恋爱真开心，我们没有谈恋爱，家人们，我们没有谈恋爱。我现在是经济的助理。助理？什么助理？对。什么助理？喝点茶。没有谈恋爱，家人们。金志本来他今天带货，就是然后卖的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开心。金子啊，没关系的，没事的。真的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有这么多人陪着你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对着打个对。嗯，稍微刚刚碰到，有点肿了。谁叫你不小心？我们下午一会儿聊会儿天，我们就去吃饭，吃完饭了，下午就去你那个去你家那边吧。嗯，好吧，金子。好。对，因为金子很喜欢你，金子他们很喜欢你。你们喜不喜欢金子的家人们？喜欢金子的打个喜欢。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现在5000多赞，咱们能不能点到10000赞呀？今天这个人气也有点恼火，这啥子情况？啊，家人们，这啥子情况哦？限流了。对，限流了，家人们。所以说大家一起点点赞，
然后所以才会推牛，让更多的人认识金枝妹妹，好不好？公屏一个字儿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干啥去了，媳妇？谁是你媳妇？他在，他在喊我吗？河北的。别瞎喊，别瞎。河北的哥哥，你为什么喊我喊媳妇儿？可能认错了吧，年纪大了，戴眼镜，可能认错了。家人们一起点点关注好不好？不许去搞直播了，没有去搞直播啊，金枝一直都在做直播，对，而且我也是通过直播认识他的。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听我说话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听得到吧？因为我前面说能听到我说话的扣飞机。没有一个可以，你们可以听到富哥讲话吗？我把这拔了。嗯，可以。你们刚刚可以听到富哥。金子，他们说一会儿叫我去带你去逛街。不去。不去，为啥？不喜欢逛街。不喜欢逛街。金子吗？对，他是金子，那个平安哥，赶紧点个关注。哇塞。可能我穿汉族衣服，然后他们就不认识我了。有可能。对，对，真的，他们真的有可能刷进来，可能说哎这谁呀，然后就走了。对，他说那身衣服都是我买的。哪个衣服？这个衣服是你买的。他说安吉，他说这个衣服是他买的，是吗？那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给金枝买衣服啊。我是四川人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您在河北呀、啊？河北的呀，河北人，河北人。来，大家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我们先上个200人，好不好？连体牛仔裙、牛仔裤，它不是牛仔裤，它牛仔裙。对。你穿那个衣服也蛮好看的，汉族衣服穿起来挺漂亮的。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所以说。但是我还是习惯穿彝族衣服。习惯嘛是可以改变的嘛。我喜欢彝族衣服。办公室漂亮，不是公司啊，这个是我大哥的茶室。然后我大哥也来了，我说我在开直播，他说问我吃不吃饭，我想吃他的那个龙鱼。主播漂亮呀、啊！那鱼会不会有毒、啊？他怎么会有毒呢？那为什么不能吃呢？他是观赏鱼。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不能吃呢？一条普通的鱼多少钱？10多块钱。那条鱼10多万。这个鱼10多万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不骗你的。你去买奶茶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一会儿，表弟，一会儿你去买点奶茶。可以。好。可以。嗯。